就他平时出门的话，我放口袋里面，他就可以跟我一起出门了。然后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其实也都挺喜欢这种小东西的，因为首先是一个新奇感嘛，大家都没见过，对吧？钳制住它，它会有那种被吃掉的危机感。每天的人流最少的时候有二三十这个样子的差不多，但是双休日的话大几十差不多。说不好，他们跟你多接触一些，要不然会变得真正咬人的是上面那位。